洛杉矶华人工商大展2015年有许多热门的伴手礼，像是一家来自美国西雅图创立23年的华资公司，特别南下洛杉矶，带经由高科技提炼、富含天然植物精华的保健饮品，方便美国华人送礼自用，两相宜。回顾2014年华人工商大展，这处人潮络绎不绝的热门摊位，就是来自华盛顿州的绿箭自然饮公司。公司董事长谢明芳不止自己就是最佳产品代言人，长达25年的抗癌斗士，迎接农历新春羊年，他更要透过女儿分享健康的喜悦。我们的产品为什么那么独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以中草植物配上我们凯斯凯特山脉的纯净三泉水精制而成，变成我们现在的两泉水。我们之所以做成液状，是因为它容易在体内里面吸收，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或food coloring 在里面，都是天然，都是 natural。强调每天喝一瓶，健康看得到。厂长段生全表示，绿箭自然饮严选西雅图纯净山泉水，加上灵芝、何首乌、车前子等多种天然植物精华，外加符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与 GMP 的生产规范，安全有保障。完全都是在美国取材，美国生产，包装也是美国的。那这个瓶子的话是药厂用的，那一切都经过 FDA 的严格筛选标准。秉持23年的长期信誉，以及遍布每家地区各足以使用者的好口碑，业者迎接中国农历新年，还准备了多种特惠，欢迎民众随时上官网查询，同时也献上新春祝福。我谨代表美国绿箭有限公司，祝大家新年快乐，羊年行大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人新闻用是英雄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